妹啊，啊，你知道在古代啊，我们有骑射，这是古代六艺之一的啊，骑射，就是说骑射当中的这个射箭。古代啊，他在这个考武举人的时候就有射箭这一门考试科目，他来考验人的这个臂力，就是这种张力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首先我们看，来站在这儿，我们以前面这棵树为目标，好不好？脚站齐。哎，好，抬弓，先看着，放下来，先看着目标，看好了之后抬弓，好，拿箭，右手拿箭，拿起来，拉，好，不要空放，好，手松，这个手就慢慢放下来，好，来，体现我们，来，好，会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会了。你先看目标，看那个树，看着没有？看到了。先看着目标，然后搭箭搭上，好，这手啊保持一个 OK 的姿势。 OK 的姿势，对，看，扣着大拇指，哎，夹着这个虎口，夹住这个弦子，好，看准没有那棵树没有？看准了，就受那棵叶子啊，看准，来，拿起来，从上往下放，来，拉满放，好的，好，没事，我们再来这一次，来。这个射箭我是真的不会呀、啊。来吧，好，再看目标。好，箭放，看目标，看好了，一定要心中有这个目标，然后再搭住箭。对，心中要有目标，要用心。啊，来看好目标，看到目标没有？看着目标没有？看到了。好，看着那个小鸟，好，抬起来，往下拉，哎，慢慢往下放，放，拉，射。